Molly, when you want to be precinct? For the justice. The county is still, I'm not going to let you.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边是有开的高级班的那个。也是有高级班。是，他上素描都在画什么？就从最基本的开始画啊。他就是在学判定。对。叫那个 Michael 搞来的。被 Michael 就是被 Michael 洗。其实他只是对判定不熟，其实他的一项画的蛮好。哎呦，好久不见。你平安了啊？你终于知道拍谁啦？哦，这边亮的哦，那其他部分开始转暗，我们转暗，所以颜色开始调哦，稍微调越来越暗了。困吧，对吧？对啊，一起不困吧。哦，可以加一点点黄泽哦，颜色会比较好看哦。不要用纯绿色下去画哦，因为其实我们纯绿色并不是那么的好看哦，所以你在亮面的地方可以轻轻加一点柠檬黄，然后接下来转下来的时候可以带一点黄泽。下去做混合，啊？没有，我只是在自言自语的话。哦。阿姨。嗯。怎样？我你今天是恁家家己种的，莫来遐歹。伊遐种的，这个番薯哦，拢种较实个。哎呀，老师。你是讲番薯还是卜瓜？卜瓜番薯。台东拢卖，哦，拢卖哦。干那迄个，这番茄较大诶，是啦。那个形状哦，稍微有一点变化，因为它那个，就是你讲出卖诶哦。还是老师你故意挑那样？没有，我已经挑最好看的了。已经没有的啦。我已经是挑最好看的了。好奇啊！那你不会打电话叫我去买吗？你很吵诶。你这么晚才来，打电话给你买。大概用滚皮啊，没。好，那这边可以轻轻带一点点那个橘色的颜色上去哦。你也来坐啦，也加也来坐啦。我稍微带一下。这个最笨啦。那就要加来坐啦。哎，弟弟，你要考试，你要坐前最前面哦，你不能坐后面哦。这个就是他的。好，那上面那个纹路哈，你可以趁现在还没干的时候，先随便画一点点哦。那等一下那个变化会比较多，就会有些是比较明显，有些是比较模糊的，你就趁现在就可以做。我们来混一下不同颜色哈，例如说这边。带一点焦褶的颜色上去哈，原本就有的颜色稍微带一点上去，好，那接下来带一点钴胺上去哈，那个暗面这边的颜色哈，但是钴胺要稍微淡一点点哦，然后颜色上面会有一些变化存在哦。老师，你要我哦，那影子这边哈、哦、可以一起画，你就用钴胺上去画就好了、哦。那因为它底色已经有我们刚才画的那个焦褶的颜色哦，所以你这边可以轻轻画就好，它就会带那个颜色出来。小花也是，啊，你以前的做书童拢在做假的，哈，所以我才讲，你无人给你吐槽，你袂欢喜的。我爸上等级，叫我舅爸，他老师呢，他还叫我读书，他
我把上盖整了，它无农药了。农药，整个虾米黑啊，白黑黑，那个虾米淡水湖，有水黑那种，像公婆，黑点点。水污染。水污染。那老师，你这个还能吃吗？没有。你哪里公公我怎么跟他吃啊？桥下那个地方，这个苏红道，自己种的。那边很多人种啊。很多人种吗？还有人吃啊？有拿出来卖啊。他、啊、那个就是你去申请说，那个你可以去那边申请抽人，你都买我地下水了、啊。拜托，他不会去弄那个河里的水来浇，没有那边那里啊、哦，一直光淡水河、啊。对，啊不，没有那么大的一条淡水河，你那边没有河。不是，他都用那个地下那个水泵给挡了，对啊，那比较干净。拜托，你要叫因为溪仔水来。就是用打的那个，那么有没有地下水？放不了一把。我投的部分哈，那我们带一点，交给你。你就把笔稍微岔开吼，你就这样画下来就好了。带一点紫色，紫带一点点紫色进去哈。哦，头的部分，那、啊、等一下我们这边稍微干一点点，再来做那个上面纹路的部分。我们先带一些上去。就搞定了，也对开来吧。没进去。哎，不对。先搞定。有点你要在那输的进款的了。嗯。你是才读一年级而已嘛，为什么要输这个？涂一层。哦，就涂一纸哦，哦，要高这么低耶啊！我哩嘞，一定想这唔对去，啊，种是不是才刚考进去，怎么又考？你一直甲看试题，叫安怎考拢看袂到，考生唔做，可困，要作弊就作不成。那安尼，你不会上网去查？哪有可能？真的在，有时当讲懵讲这个，但人咱都上报纸了，对吗？对啊，考生服务队。你应急招课。那他为什么不看不到题？脑是风车吗？还是怎么？你看，安德作弊，再跟人上报纸，放弃现场，放弃。就不要讲就好了。嗯。今年啊，对，现在就飘差不多了。千九百。给他数美工画个榜样。那就。你要在那考啊，无法度啊啦。那就没救了。徐吉，哎，我再去阿二。三重。那也无啊。我妈也无啊，无问题。都去。这样反而压力大。就这样子，涂一次功课还不错。对啊，你比如说涂一次功课还蛮好。涂一次。